艾米西亚、雨果和阿诺德顺利来到了拉库纳。此时岛上正好迎来一年一度的节日庆典。在伯爵致辞期间，阿诺德企图强迫雨果召唤鼠群，杀死宿敌德阿尔勒伯爵。艾米西亚这才知道阿诺德救他一命，是要雨果答应召唤老鼠助他刺杀伯爵换来的。虽然雨果没有出手，阿诺德仍未放弃，出面迎战伯爵，直到艾米西亚制止了这场混乱，才未酿成大祸。阿诺德也因此入狱。伯爵夫人艾米丽来到现场，邀请杰迪到宅邸过夜，并向他们介绍与岛上，并介绍了他与岛上人们供奉的神祇鱼尽灵童。想到昨天的，我就觉得啊，这一定有鬼。对啊，这昨天的，那边真的超奇怪的。对呀、啊，加说瑞塔记得要在床边放一件薄外套啦，离开房间要穿一下，要不然真的很危险。有，我就是想说啊，在房间你要赶快拿一件外套，一定要啦，一定要啦。离开房间的时候，对，没错。我现在也是穿短袖啊，我房间很舒服哎、欸。对啊，我先穿短袖在房间很舒服，但一走出去我就低哦，觉得超级冷，就觉得哎，救命啊！喂，哎，他们换衣服了，你有看发现吗？有，他的衣服变得很对啊，又比较华丽，而且他那个披风吗？就是对这个哇，已经有一点贵族感，对，价值价格上都已经上升，他怎么不顺便帮他换一下那个武器的等级这样，或是头发、发型之类的。对啊，而且脸怎么好像没有弄干净啊？还是就这样，就只能这样？还是因为伤痕？那是伤痕。伤痕吗？是伤痕吗？哦，好，Hugo，哇，不错不错，早上这个刚睡起来，然后。是这样子的风景还不错啦，没有一开始就很紧张吼。对，这跟昨天我们体验下来的感觉不一样。昨天是哦，好想睡觉、哦。因为没有，因为他前面真的太紧张了。昨天紧张过后，啊，我要去哪？他刚刚说要干嘛吗？哎，他没有跟我讲。哎，我刚就从这里出来啊！啊啊啊！这里的、啊。哇 ，regarde-moi ça, c'est si grand. Je compte sur toi, d'accord? Si tu vois quoi que ce soit. Oui. 哦，他现在要找那个哦。On dit rester à l'affût. C'est moins bien. C'est.好像在他的那个，他的那个这些 NPC 的文本没有那么大哦，没有说你遇到每个人他都会讲话，要不然会疯掉哎、欸。可也没有，他也没有强制你一定要讲。可是像这个中式 RPG， 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一段话，几句话，就是不一定重要，然后就觉得啊，好像没有跟这些人讲话，你就会 miss 掉一些，比如说什么之类。但是他明明就只是，他就只写了个一两句台词，然后就会导致你每一个人都可能会要对，没错。你是说像是就是那个《仙剑奇侠传》啊？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哎、欸，我最喜欢《仙剑奇侠传》了。这时候就开始说没有啦，没啊，都喜欢啊，都喜欢啊。我只是说就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他家很多池塘，对，这池塘，但好像在是有人在打扫，要不然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浮游生物之类的。哎呦，人蛮好的、欸。光明节，因为他是伯爵的那个啊，客人吗？客人，对啊。哎呦。Sophia, bonjour, contente de te voir. Comment as-tu su où vous trouver? C'est l'histoire de ma vie, trésor. Se lever tôt, fouiller, colorer et en tirer parti. Ça m'a permis de retrouver la trace d'Arnaud en prison. Oui.
Ce fumier. Il nous a trahis. Et pire, il s'est servi d'Hugo. Qu'est-ce qu'on pourrait bien faire d'une créature aussi mignonne? Ou alors, est-ce que tu serais plus utile que t'en as l'air, Butchou? Je ne plaisante pas, Sophia. Arnaud a beau être ton ami, il a bien failli nous faire tuer. Vous avez donc passé la nuit à fêter sa capture avec le comte de Provence et son épouse. Wow, je n'en ai vraiment rien à faire d'eux. Je ne m'incline devant personne, Sophia. Nul comte, nul roi, personne. Il n'y a que lui qui m'importe. Très bien. C'est un point sensible. Je te taquinais. J'aime savoir qui sont les gens que je fréquente. Et ton discours me plaît. Bien. Marchons un peu. Ah, Sophia, 这样讲，所以他也不觉得姐夫是霍炳佑吗？他本来就说他不是他的好朋友，就是他欠他，因为他欠他哦。对啊，他本来就没有说，他说他也没有很喜欢阿诺德啊，只是就是。C'est pour ça qu'on n'est pas encore en prison. Un oiseau! Tu as raison. Daniel. C'est celui que t'as vu en rêve? C'est l'oiseau, bah. Presque. C'est bizarre. On dirait qu'il regarde quelque chose. Oh, une chasse au trésor. Y'a quoi, Simon? Eh bien, suivons son regard. Ah, il y a vraiment. Donc, un rêve et un oiseau, hein? Hugo a beaucoup rêvé de cet endroit, avant même qu'on vienne ici. Et il y avait toujours rien. Il regardait un autre oiseau. Tu as raison. Et celui-là, il n'y a qu'un seul moyen de le savoir. Tout est si différent de la Guyenne. Oh. Même les odeurs. Oui, ça sent... 早安，这是 Mellow 吗？早安 ，Mellow， 早安。他说：“我的小弟弟有不得了的本事，不得了啊，这种不得了啊！”为什么这句话完全没有问题，也很符合故事情节，但是总觉得好像想要报警抓抓。是你的问题吧？他的小弟弟没有问题啊。Hugo 怎么了？没有怎么了。你怀疑什么？但是你没有证据是吗？对、啊。我觉得你的思想，我觉得这样不行。你怎么可以误会 Melo 呢？ Melo 只是想说，你这就是误，这个就是误会，这个是不合，这个算是不合理的质疑哦。我等下，Melo 哭，我等下去直接去面壁思过。我以为你说我等一下要发推来问一下大家是不是我的问题，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哎，等，鸟在这边，看下面。对的，往那个方向，往你现在这个方向。对对对，可是那看起来上不去啊！哎，等下应该要绕过去了。为什么他们三个人用跑的好辛苦哦？这跑成这样不辛苦吗？我看了我都觉得辛苦。对啊，都好辛苦哦。啊，怎么感觉怪怪的？上得去吗？On a beaucoup marché. Sa tille est vraiment grande. Elle est grande. Regardez, un autre oiseau. Il regarde ses colonnes. Oui. Eh bien, allons voir. Oh, c'est. 怎么到处都有这种箱子？到底是对啊，而且这个怎么会有这么窄的这种？有啊，母乳像啊之类的。哦啊，是啦。Une sorte de théâtre antique. Oui, ça a l'air important. 箱子，箱，消摊，赞。怎么感觉等一下好像要躲在这里啊？就我们可能会发现什么不得了的，对，什么秘密之类的。告诉你一个大秘密。赞，那个先做吗？把它做满，不然等下它变废料。哇，我们也要满了啊！它也不得不变废料了。哎、欸，等一下，哦，这里，不是门啦。鱼进土，灵童。感觉他们这里就是会发生那种什么什么用什么小孩来活祭啊，什么鬼东西之类的。哦，所以
可是那他们正常来说就会居民就会知道啦。但是你知道有一些居民就是你懂吗？他已经知道，就说这个就是要这样，就跟指甲衣一样，不得不啊。哦，献祭给献祭给老鼠、啊，对啊。嗯，我敢加，正确的吗？好，我猜左边。干嘛？生气气了啦！生气气了啦！阿北生气了。跟我们诅咒人家便秘一样哎、欸。对啊。这样跑真的是对的吗？对啊，就不是要找那。C'est notre meilleure piste. Il faut y. Bonjour. Le chemin est fermé? Pour le moment, oui. Désolé. On doit livrer ces fleurs au sanctuaire pour la cérémonie. Le chariot s'est renversé. Pas d'inquiétude. Juste quelques tiges abîmées. On reviendra plus tard. Oh, bon courage. 现在这边是被禁止通行。对，那就走右边啦。Ces soldats sont vraiment charmants. J'en regretterai presque toutes les fois où je les. 咱们转路转。Qu'est-ce que je devrais dire? Bon alors.我们现在基本上算是某一种程度上的跑地图哎、欸。对啊。哎、欸，那边有个洞。哎、欸，对对，有个洞哎、欸。Pardon, tu dois être. Je t'ai vu à l'œuvre. 哎、欸，是应该是那个啦，什么记忆之类的吧？被料。Ça ressemble au code des contrebandiers. 都有个符号哎、欸。走私。Ça sert à quoi? Quand les choses tournent mal ou qu'un équipage se sépare, ils laissent ces marques derrière eux pour être sûr que l'un d'eux retrouve ce qu'ils ont caché.Un trésor? Plutôt des marchandises, vin, denrées. C'est un trésor pour certains. Donc, je peux voir ma bonne voix. Des choses, moi aussi. Comme. Un beau caillou. Ah! Ah, 波妞早安。今天是小手牵大手游戏，没错。Ah, new 早安。居然不是喷喷，没错。今天不喷喷，今天算是那个啦，玩一些小老鼠游戏啊。小老鼠。小老鼠游戏。偷油坑、啊、下不来，再不玩这些游戏就会烂掉，就是都已经。你说我们会烂掉吗？我们跟这些游戏都会烂掉，真的真的真的，应该这样说啦。这个喷喷游戏吼，确实是很让人上瘾，没有错啦。但真的会觉得吼，这些游戏真的在流泪了，你知道吗？对啊，等好久了。在想说到底什么时候才要玩我？太多太多了，情绪太多了。我在选你，好不好？情绪的，哎、欸，我绕回来了、欸，天哪！不是啊，身为一个直播主，欸、情绪就是要做好做满啊，你就是要这么情绪就是要这么高啊，是不是？不然我来看个台，那么沉闷，对不对？还有什么乐趣？我不是来找乐子吗？看台不就是来找乐子的吗？不就是看直播主失败吗？谁要看直播主成功啊？被直播主被老鼠吃掉。对啊，或者什么走位失败啊，死光光啊。好的。对啊，好奇怪、哦。打不了水。它到底也没有什么提示哦。对对，这个、就是、这个图蛮大的。鸟的提示就三个，还是其实我们离开错了？应该是离开了，但是。我就想说，他竟然设计的这么大啊！你不走，那他不就白设计了吗？是不是？这就是要逛一下啊！就喜欢你们互动、碎念和反应。对啊，你看是不是？我以后可能变成是我自己玩游戏，可能还会被观众念啊！怎么没有瑞塔？啊，瑞塔今天就不行哦。碎念观众哦，碎念观众，你就碎念观众，我就碎念观众、就是、啊，不是啊，这我频道哎、欸，跟观众吵架有吗？对，或是打工，或是从打工传说一路调回答案加一，这个完全没有难度啊，你们想看，easy啦，秀给你看啊，有什么问题？
elles sont peut-être là depuis très longtemps. 哇，哎，这个会不会，哎，这样会让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不是有很多历史遗迹，然后都有些奇奇怪怪的摆设，会不会这些其实都是走私犯留下来的？对，留下来，然后大家还以为是什么神机之类的。但我觉得走私犯他们的那个，阿姨，对我在说走私犯他们排成这样子也蛮辛苦的哎。哎，对呀，他要搬多少人力啊？这个排完都被抓了，你知道吗？对啊，早安国军。早安国军，不合理，不合理。大家天冷就天冷，小心要九度而已哦，九度而已哦，记得要那个叫什么保暖温差。对，要注意日夜温差。早安灯泡，早安安安。早安灯泡，早安安安安安。啊，刚刚那边的左边我还没走。九度哦，好好享用这个今年的冬天哦。往年的冬天呢，其实都真的不怎么冷哦，什么煤油炉啦、暖气，对我基本上也都没什么开。但是这几天的这个冷度，不得不开电暖气。但我蛮好奇现在的家庭，就是大家有使用这个煤油炉这件事情。Oh non, on y était hier. Merci. Restons ici pour voir le reste. 去年，哎，你电子音呢？等一下，你刚刚有讲话吗？我都听不到。等一下，我看一下是你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好像是你的问题哎。Alors, pas de bagarre aujourd'hui. Rita. Tout est calme. Béni soit. Rita, 你是不是去装水了 ？Rita, 我听不到。Rita, 我听不到。哎，你是不是去装水了？没有啊，我没有。欸，我刚刚完全听不到你讲话哎。哎，等一下。所以你刚刚怎样？左上有一条小路。对，我刚刚看到。没有，我没有啊。哦。作为过敏儿最讨厌冬天，安安，我跟你说，如果你是过敏儿，好不好？洗鼻子，还有鼻喷剂，抗组织胺三代的哦，抗组织胺要吃三代的哦，非常推荐哦，强烈推荐。这个作为过敏儿，一定要保健你的鼻子哦。像我，前一阵子跟这个跟谁跟馒头说，因为他也是过敏儿，就是我有推荐他这个做法。我自己哦，就是近期洗鼻子跟这个使用鼻喷剂哦。我之前大概几个月前还有在长时间喷鼻喷剂的时候，我真的，哎，不是几个月前，就之前啊，我像去年吧，我几乎没什么过敏的。鼻喷剂真的很强。家说他有煤油暖炉，然后 Melo 也有煤油暖炉，这个确实哦。我以为，因为现代其实的煤油暖炉就是日本的那个，它叫什么达伊什么挖沟的，然后其实蛮方便的，就是没有那么麻烦了。但是以前都会觉得这个煤油炉会不会是那种很过时的产品吗？因为看起来有那种一部分是这样的，一部分是看起来它非常的复古，对，但是其实还蛮实用的啦。但我昨天就在想，到底是吹煤油暖炉比较便宜，还是开暖气比较便宜？我在想这件事情。没有，暖气的话，我像我开暖气，像我开冷暖气，可能两个月就2000块，然后可是看你要去买。煤油是多少钱？然后你的开的频率哦，就是以长时间开的话，不知道谁比较划算，就看你开的时间点啊。然后还有就是像我的话，因为我暖气就是开了，我就是在家我就不管啦、啊。啊哈哈，你就是那属于那种维持固定恒温那种吗？对啊，我就是可能25度、26度这样子，就是不会太高也不会太低，但是就是。Oh.我可以穿着短袖在家里走动那种。哦，我没有开暖气，我也可以穿着短袖在家里走动。太冷。没有啊，然后如果是没有的话，就是我记得宝宝说蛮贵的，最近没有涨价。啊，涨的话好像比较贵。没有说没有暖炉比较便宜吧？这个好像真的要实测一下才知道，因为有些如果开的温度比较高的话，因为。我有听到有人说冷气比暖气，暖气开比冷气便宜，但是也有说暖气开比冷气还贵，对，就是各有说法。然后啊，安安会吃药，好的，还是会过敏吗？灯泡说鼻喷剂超有用，还有支气管扩张剂也要。
真的，过敏儿真的太可怜了。哎，你算过敏儿吗？我不是。你不是哦？离开床上就一直打喷嚏，哎，那你可能要注意一下。等一下，我记得好像，可是我已经很久没有早上打喷嚏了。真的假的？对啊，而且我其实很久已经没有早上。哦，你刚是在示范吗？你刚是在示范这样吗？早上已经很久没有。对啊，很久没有。鼻喷剂有好几种，我之前是喷类固醇，我是喷那种长效保健型的，好像它类固醇含量没有到那么高，但是我有问过医生，医生说哦，这个每天喷都不会怎么样，就是吃药算是比较及时，它是那种短暂立即性的，但是鼻喷剂算是长效保健型的，就是。我觉得差蛮多，有没有喷差蛮多。等一下，但我这样跑真的会跑原本的那个地方哎、欸。而且重点是我们到底要去哪里？对啊，没有，就是来了，储存点没有啦，应该不是是吗？我看看右下有个储存点哎、欸。哦，哎、欸，真的、欸、真的哎、欸。早安，早安。硝酸钾，我想想看。Tu vas pas laisser une porte fermée t'arrêter? Explorons les lieux. Oh oh, 难不倒我。外面。Hugo, 去吧 ，Hugo。Il y a quelque chose dedans. 哎，啊，我要怎么？哎，哎，一个角度吗？因为我，哦，要用打的吧？来。中。没输。果然需要玉璧的路线指引，真的是需要啦，要不然有时候真的不知道，真不知道要去哪。哦哦，来，然后就是尸体。屁，哎，其实也是有可能。啊，爬到高塔可能就会看到一些真相，我就吓到。哦，就是可能说什么杀人？对，哎、欸欸，小刀，没有小刀啊！哎、欸，我觉得他这个设计这样不行、啊。他设计没有不行啊，你就没有找到小刀没？安安戴着口罩过敏最辛苦哦，对，没错，过敏还要戴口罩，真的超辛苦。我觉得安安真的要考虑去看一下这个耳鼻喉科，然后问一下是不是可以使用鼻喷剂，我觉得会差很多，真的会差很多。哎、欸，这边。过敏到要戴口罩睡觉，我之前也有过这个样子，就是，对。Approche-toi, regarde, tu peux te sentir comme ton oiseau. 大鸟站在高处。Pas n'importe quel oiseau. Mon Dieu. Un oiseau de proie. Le roi des oiseaux. Qu'est-ce que tu vois? Je vois là où je chasse. Et qu'est-ce que tu chasses? Des saucisses. Saucisses. Tu sais ce qu'ils font d'autre, les rapaces? Ils crient. Tu es prêt? Oui.Oui. Tu vas crier avec nous, pas vrai? Je suis né pour crier. 3, 1, 2, 3. Cui cui.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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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 Allez. Ah. 下去之后，然后那条路应该就会通了。啊。对，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我刚才想说他们，对啊，我本来想说他们在看到会看到什么。对，没有啊，没有，他就是他们现在就是一个观光团的一个路线啊。早安，卓卓。有没有？你看，恣意长啸，它这是一个支线啦。早安，卓卓。所以要完成这个支线。对，就是对，也哎，好像也没有要完成这个支线，应该是说你解锁了一个支线，所以对我们刚回去，说不定等一下回去，说不定还是什么都没有啊，找到了，可以做东西了。可是我们有那个吗？不知道哎。对啊，我们料要是不够，然后又没有小刀，小刀用掉这样很亏哎。不然你看一下我们的料啊，你不会看一下我们的料？哦好，哎，等一下，我比较好奇这个真的是工具台吗？我不晓得，说不定不是哎。好啦，开啦。哦，就是拿东西哦，对啊，工具台啊。哦，可以补充哎，哦，赞，可以回收利用。等一下，先不要回收利用，哦、先做、哦，因为我怕等一下里面是有。好，等一下。工具吗？
废料都变废料了、啊。哎、欸，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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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可以做可以做，哎、欸，真的可以做。那箭袋好了，十字弓，十字弓，十字弓，赞赞赞！哎呦，赞赞赞！啊，拿左边左右两边的啊，转转转转转，对对对对，对啊，你看你看，这样，要不然你刚刚其实是又要变废料哎、欸。哦，对对对，好，好，好，没有了没有了，那我看一下。哦，现在变三只弓，很小气耶，一次才加一只。对啊，一次至少给我们四五只吧。赞哦！赞哦！喂喂！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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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你先继续，我要去拿我的早餐。哦，你又有早餐。那、啊、我们就没办法，冰箱你没办法什么？你吃什么早餐？哦，你是冰箱清冰箱的早餐哦。对，我吃挂包。天哪、啊，这么早吃挂包？你是老人吗？对，你是老人。你这就跟那种劳动的老人早上起来一定要吃空霸崩一样啊。不是，我是冰箱。早上需要高热量是不是？我冰箱就有挂包啊。等一下，你的挂包是挂包皮吗？挂包还五花肉啊？是做不是啊？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这个挂包，就是你还要先蒸它，然后肉要另外处理，然后包在。它原本就弄好了，只是我一体成型的挂包，我还没吃啊。就是你怎么会有一体成型？可你冰在冰箱哎。怎么了？不是、啊，我的意思是说，那你怎么处理它？你用蒸的还是用微波？蒸的，还是用烤？蒸的啊。哦，挂包本来就是。包子不是用蒸的吗？包子用蒸的，可是你用肉，如果你用蒸的，肉可能会冷冷的。对，所以老板也可以吃挂包。早安，猫咪王子。我也想吃挂包啊，但我觉得佐佐感觉好，佐佐感觉好像在臭，可是我没有证据。你怎么会觉得佐佐在臭？我不知道，他这个语气，他没事怎么会说这种话？没有，你不能这样子说，佐佐没有在臭。是吗？他就是很平，他就是很就是。不是因为佐佐讲话都会有一些意涵在里面，佐佐没事不会讲，很普通。他要讲就会讲一些有差点要讲有的没的。真的用真的。嗨，猫咪王子早安。那你看，佐佐伤心了。佐佐哪次不伤心？佐佐每次都伤心啊。啊，你先，我先去拿。好了好了，你去。安安说也有用凝结鼻水的喷剂，我好像没有用过、欸。这里什么？这里是什么？然后现在佐佐跟阿良哥哥是开始携手合作了，是不是？现在开始大家会分段接龙，你们现在开始在玩接龙了，是不是？啊靠靠靠！等一下，我东西是不是满了？就走。满了啦，满了啦，不能拿了，没办法消摊了，救命！欸，可以从这上去。阿里蒙特，啊哈！来来来，探索探索。等一下，我再用打的。欸，等一下。还是可以蹲下，等一下，就抖，等等，这样我进不去啊！哎呀，这可以啊，可以上去。天上飞的，风筝哦，哦，这里有个洞，啊，这个，然后呢？门就可以开了？不可能吧！啊！我知道。那打下来之后，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门那边的东西了。啊！哇，还设计了这种小关卡。Nice！ 我以前不是这样的。没什么，我也不是生下来就是走私犯啊。没错，我也不是一出生鸡蛋就打得这么好啊。小孩子抓住风筝是可以飞起来的吧？不行哦，没小孩没那么轻啦，这刚出生的小孩也没办法飞起来吧？
看一下。哦，原来这只是一个消摊的地方而已。哎呀，我东西都满了，根本就不能拿。那站。没有东西可以。哎、欸，啊，废料不足。Un dessin de Pierre. Ça paraît tout droit sorti d'un rêve. 废料不足。哎、欸。Alors comment ça marche? Je sais pas. Chaque bande a son propre. 走私犯的标记，可是一直没有找到宝藏什么之类的。新竹之前有发生过，哎、欸，你是说那个超爆多气球的那个吧？我好像有一点点印象。天外奇迹是啦，天外奇迹那个气球也是超爆炸多啊，只是爆炸多到房子会飞起来，这个就有一点，对，就有一点，嗯，好啦，动画嘛，是不是？动画就是要做这么夸张啊？或者什么叫动画？没路可以走，那应该就是这个方向没错了。跑跑跑跑跑，往上跑。风车，这感觉真的是一个小小的世外桃源，拉库纳岛哦。我现在真的是在主线上吗？我怎么觉得在解一些支线的部分啊？新竹那次是大型风筝哦，是哦。哎、欸，等一下，被卡住了。如果要是可以让大人飞起来的话，我是有点兴趣啦，想尝试看看。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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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蹦啊 ！Nice！ 还有人用大蒜面包试过，大蒜面包飞上天吗？太浪费食材了吧！新竹市风筝把小孩卷飞上天。哦，没印象哎，这个我就没什么印象。等一下我要干嘛？哦哦，推到底。回来了。安安你好。安安你好，有什么进度吗？还是还在逛街？我极度怀疑一直在进行。支线的部分，等一下你不是吃挂包吗？为什么汤？你该不会还有四神汤之类的吧？没有啊，我挂包是用玻璃碗装的、啊。那为什么会有汤匙在捞的声音？你把挂包跟五花肉分开来吃吗？不是，因为我要拿筷子夹它，然后就会铿铿锵锵。你的筷子是铁做的哦、喔。Hello， 这个没有这么难回答吧？没有，这都是玻璃碗啊。可是。玻璃碗，你的筷子要是铁做才会这样铿铿锵锵哎。什么？说到这个，Melo 说这个吃播 ，Melo 说瑞塔吃播。我昨天想到，我昨天在深夜的时候就是吃了个咸酥鸡嘛，对不对？然后我就发推嘛，我就发现说，哎、欸，发推吃咸酥鸡，吃的大家反应好，就是相对来讲回应相对来说比较热烈哦、喔。我就想说，就小费。对，我就想说啊，好啊，那我以后都不要发其他东西，我就发吃的就好了。那就干脆开一个吃播好了，大家会不会比较感兴趣？这不一样好吗？你吃播又不一样，吃播吃久很腻，很腻。为什么啊？你自己不就喜欢看人家吃播，然后你现在又说吃播很腻？我说人家是不是想看你就玩呢、啊？哦、oh. ，Bonjour。他看的是外海、欸，你看不是。前面那只鸟看的是外海的地方啊。前面那只鸟，不是，他看的好像是这个位置，这个，就上面 啊, 上面的又、啊、上面的又看往海这边啊，往海的地方看呢、啊？不是，他是往这里看。啊，我怎么觉得是往海？是吧？哦、听你说想吃肉，吃啊。你看，它是往那个方向，往那个方向，说不定不用上去、欸，说不定就是往海岸边那个。可是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就真的也是往这个方向啊，好奇怪哦。那我们到底要？他也没有提示。他是不是脱台前啊？是不是故意给我脱台前啊？对呀、啊啊，不能这样子哎、欸。对呀、啊，我们今天是在赶进度的、欸。到底是要跑到哪里去啊？那个高台哎、欸，去过吗？哪一个高台？
左上。左上哪有高台啊？你说那个灯塔、去过了？现在是右上了。有啊，去过了。这边上面好像没有完整去过。今天要去吃瑞塔推荐的西班牙餐厅，怎么那么好？你拍谁的手啊？我拍米安的手，要去吃。怎么那么好？米安，那我呢？等一下，这边我好像还没跑过哎。对，这边左边有个，这个是下来的地方。而且音乐怎么突然间变得？对，怎么这么的诡谲？对，这边有地方，他没有提示吗 ？No。就现在，你们现在要干嘛？就是探索，就是鸟看的地方，你要去找。所以这个左上的那个高台去过？左上没有高台啊？你知道你在讲什么？就没有高台啊？这是高台，高台，这里，这个啦，这个去过了吗？哎呀，你按到去过了啦，就是刚刚看风景那个啦，你按到中文了啦，气死！那个在那边用滑鼠那边给我滑滑敲敲滑滑。哎呀，为什么我啊？这个来过了。你要按一下倒推键，这看过了。对，按啊。怎么会这样？对啊。好了，有了。吵架，大家最喜欢看吵架、啊。吵啊，哪次不吵？一定吵啊！好冷，不太想出门。你啊，我跟你说，我帮你去吃，好不好？我帮你啦，你不要出门啊，太冷了啦。I 帮 you， 交给我。然后那个，我跟尼莫一起吃。对，尼莫就说，我跟他一起烛光晚餐，然后就肉，我就尼莫，这间西班牙餐厅真的好好吃。对啊，真的好好吃哦。好好吃哦。好可惜，米安不能来，他怕冷。对啊，他怕冷，没关系，我们就一起把他分吃掉吧，好吧？然后来干杯。然后你Nemo就开始玩游戏，你跟Nemo就可以玩游戏。对。哎呦，所以真的过不了。对，过不了。那就应该在打转啊，这样不行。我觉得没有那么复杂，感觉我们是走太偏了。偏。就是我们是。探索完就回到城内就好了。嗯，因为没有，我觉得他应该要发生一个剧情点才对。米安说：“老师要帮我付钱，但是我要请客，所以没有问题啊，因为我是帮米安吃嘛，所以米安请客合情合理啊 ，OK， 没有问题啊。使用者付费嘛，是不是？这里还有一只鸟，刚刚怎么没有发现这里？嗯，我刚刚没有发现这里。”对啊，这不就是这个吗？对，对啊，再一次好了。好奇怪哦。有地方可以上去我们刚才是没上去。上去前面。有啊，我没有上啊。我们就右边就走掉啦。没有，就是上前面。左，这个，真的，这个我们好像没有上去没有过不去、啊。你要从另外一边，从这边爬上去，这边。没有啦，它要有白白的才可以上去吧？真的哎，笑屁笑。这里就这里啊，就回到这里啊。对啊，那就是鸟不是这样看完了吗？对啊。那我觉得应该，那绕过去的。哦，有正要。消单。那只是拿东西而已啊。对啊，还满了嘞。你先坐啊。坐完了啦，没得坐了啦。地板有东西耶。地板没有啊，没有，我说有图案了。大惊小怪。我没有大惊小怪，是你在那边。什么？对啊，这里就又下来啦，但是造成了一个死循环。
还是你要从另外一边下去，不要从这边。我已经下来，我已经下来就没办法了。纸币之哦，我也不知道。从另外一边下去，说不定剧情又……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不可能，哪有这么白痴？鸟鸟鸟啊，对啊，石头鸟，还是每个石头鸟都要讲话，他才甘心。对啊，这个就走过去，走过去就绕回来。那不可能吧？不可能，不可能啊，对啊，看起来。但我觉得应该是要回城，我觉得是不是要回城内的、啊？怎么可能？不然他这样也没有继续啊，就表示一定还有地方没有去过啊。等一下，他这里没有找出遗迹的秘密啊！告诉你一个大秘密，什么？水果冰淇淋喜欢你。谁呀、啊？哈，我怎么办？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哎、欸。就是没有啦，因为这是你知道水果奶奶吗？我知道，我知道啊，水果冰淇淋我知道，你说那个节目对不对？对啊，他有就是他的那个主题曲就是告诉你一个大秘密、嗯，水果冰淇淋喜欢你。哦，妹都说好老啊。对啊，我妹左左说跟暴力破解，暴力破解，暴力破这个真没办法爆啊！左可以上去，左左真没办法爆，这要怎么爆？因为上来过了啊。没有，没有，没有吧？没有，因为这其实这是我有拉，就有拉。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妹之前就会玩这个，就是她，因为她都有看嘛，然后她就会说，她就会大叫我的名字，然后就说姐姐，告诉你个大秘密，然后我就会过去说她怎么了怎么了，她就说水果冰淇淋喜欢你，然后找出物理秘密。没有物理秘密，还是佐佐其实知道，佐佐知道，佐佐不说，佐佐不说，他只是提示。好好，我就这样绕回去，我就绕回去。原来瑞塔妹妹走这个路线。我妹以前是就是也是我妹也是很俏皮的啊，她就会说像是那个。他就是打电话来，然后就说 “hello， 你好，好 ，hello， 你好吗？” Hello,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没有看过我们这一家，然后我就回他说：“哎、欸哦，我很好。”我说：“哎、欸，你好啊，怎么了？”然后他就说：“衷心感谢。”然后我就说：“靠北哦，干你在工厂小。”家说跟我昨天看到的形象有落差、欸，这没有什么好奇怪吧？家，我看到家的时候，我也觉得跟我想象中的形象有蛮大的落差。我的形象跟我本人也蛮有落差，落差也第一次看到瑞塔的时候也是觉得哈，怎么长这个样子啊？我才看到你的时候，我才想说，怎么长这个样子嘞？啊，就是这样啦，就是这样啦，通常就是这样，见网友都是这样啊。哈，家说好恶劣，有落差不代表不好，只是说有落差。昨天去找家。然后为什么你妹会出现？因为我妹跟我一起去啊，然后去找家、哦，然后那个就是家的那个楼下管理员就说，你要找哪一位？啊，你要找这几楼几只的哪一位小姐？然后哪一位？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你不要这么老实好不好？你好歹也打给家。这种你知道警卫就是最讨厌遇到就是你这种人，那你也不查清楚了，知道你要找谁？哎、欸，我只要找几号几号，哎、欸，我不知道他名字，谁会放你上去啊？ 我也不会放你上去啊！我说我只知道他的绰号啦，然后我妹说警卫怎么会知道？我妹说你不知道他，我说啊，我们就很少在叫本名啊。哇，你很那个哎、欸，很瞎哎、欸。等等，这里没有，我觉得好像来到新的地方。就像是我也，其实我也是很后来才知道你的本名啊。不是不是，这个你也知道，就是这个网络用名跟那个就是不一样嘛。你好歹也要先稍微那个一下啊。哪个？因为没有、啊、我没有想到说，因为有些警哎、欸，像我如果通常到了，我会直接通知那个人说，哎、欸，我到了。这样有啊有啊，我有跟家讲说到，但是我想说，就是登记可能就是可以上去啊。留下你讲了一个登记，又讲了一个管理员，家应该是住在那种超高级的豪宅，大概四五十层楼那种吧，是吧？没有啊，管理员现在其实很多都有，都会有哎、欸。
哦，是吗？啊，管理员，就是你只要是华夏的，就是大夏、华夏其实都有啊，就是没错啦。后来就是其实都是走这种路线，就是都盖这种一楼有店。亚叔，你们忘记把蹦蹦带走了啊？蹦蹦，不用哦，不用啊，谢谢。可是讲名字，警卫真的知道吗？会啦，会啦，会。你不知道他们平常没事，他们其实也没有那么忙啦。哎，不行，我这样可能会攻击到很多警卫。但在我看来，真的没有那么忙。其实警卫，因为他们可能会收信。对，像我们之前楼下他们是有那种八卦集散中心，你们不知道吗？像我们家楼下之前是有那种，就是不是真不是，应该说他不是原本就有的警卫，他是那种就是有点像是。大家就是盖一个小小厅，然后请人来当警卫。哦，我知道那种。嘿嘿嘿，左边，左边，路上去，左边，路上去。对，然后但是不，他不是真，就是他不是。不是真的警卫哦。对，不是，应该说不能讲真的警卫，他不是派遣公司来的啦，就是人家请的啦。因为我们哎，今天有那个。你不要那么紧张，我们没有东西可以做，我们没有办法。就是他，我们这边其实不是真正的社区这样。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然后就是一般的那一种吧。对对对，然后对，然后那个守望互助亭了。他其实就知道我的名字啊，他就是就会说哦，就是几号的什么小姐这样子。他每次看到我的时候就会说，哎，几号的什么小姐？哎，几号几楼瑞塔瑞阿塔，瑞小姐这样子。瑞小姐，几号瑞小姐？其实我们是绕回村庄，也不是，也不是，就是啊，怎么好像没有走过这里？对，守望互助亭，差不多是那个意思吧？好像没有走过这里哦。对啊，有啦，今天还可以点火，就是等一下有遇到那个要。等一下，这个这样子就真的是走回来了。哎，这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提示吗？而且他一直会让我绕来绕去，哎。就会走上去，走上去又走下去，好奇怪哦！真的很奇怪，真的很奇怪啊！还是要去这个大树啊？对啊，你要不要跟他们讲个话？因为毕竟就是看这里啊，你跟啊没有那些人不能对话，这些人 no no no， 绕一圈呢？他说光，因为光明节在这，对啊。真的是要来吃？没有吧？可以下去，可以下去。啊，可是不行不行，他后面那里有守卫挡住，下不去。而且他说他什么不要，他说他 不去看了。对。啊，再不然再大型奔跑游戏，又不是那个 Cyberpunk 2077，不是 Cyberpunk 那个叫什么？那个死亡搁浅啦。嗨，早安 ，Jason。嗨 ，Jason， 早安。不行哎，哦，真不行哎，怎么会这样？怎么不行啊？不合理啊，我自己卡了至少20分钟哎 ，Big Run 啊，变大型跑了。看看，就是左边下不去，然后上面的话我又觉得不合，然后不然我来查一下好了。好啊，你挂包吃完了？哎，我已经拿着我的精英手把跑到我手都酸了。还有三分之一。好，来给你大型跑一下。啊，够大。那我要调一下那个。调调调，你又要调，你要调，每天都在调，一直调，一直调。我为什么不能调？你好奇怪哦，你这人怎么那么……最脾气很差，你是不是更年期要到了？你更年期才到，我跟你一样啊。为什么手把要一直抖啊？因为你在按吗？因为我在调啊。欸，真的哎，原来就是你战犯。按到输入法啦。啊，没办法，我的输入法就是会一直跑出来啊，我有什么办法？你的输入法你应该不然怪谁？你的电脑啊，不怪你，怪谁？还敢顶嘴？会不会遇到 bug？ 你想看以我们的我们赛吗？对啊，我们超常遇到 bug 的。哦，怎么会有那个杂草丛生？
敲敲敲敲，这就刚进去的那个啊。哦，但因为都满了。没错，没错。不能改造。左手说该重开了。哎、欸、哎、欸，有可能的。我们说不定真的是该卡 bug 啊。可卡 bug 之后它，它其实可以啦，其实可以，因为我们应该已经到章节的储存点。哦，然后要不然你先跑一轮啦，你先跑一轮。如果你跑，你也真的觉得，哎、欸，我真的觉得不行，那你就重开。我就。哎、欸，对对，这边好像还没跑过。右边，右边，右边，不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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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直走，直走。躲上那个废墟有没有？看不出来是死路吗，小姐？我以为他们可以跳跳跳跳跳啊，谁知道他们不能跳上去啊？那就不行啊。啊，这里就风车，刚那里风车。哎、欸，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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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下风车，你去把剩下那个风车，是不是是要停，是要停。你去停下第二个风车，因为我好像已经停三个了。哎、欸，你看，你看，有这个哎、欸，这个我刚没有用过。左边那个，左边那个一定有用处。他们一定是锁起来。从左边把车推到底，我猜应该是推到底了，是吗？啊、哦，好像不是哎、欸，那应该是你要拉出来，拉出来。往左边，往左边。卡住了，卡住。哎、欸，真的假的、啊？哎、欸，那应该就是往前啦，那就是往前推到底，然后站上去吧。啊，下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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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放开，让 Hugo 进去。Out，Out。左手说有狗洞，不能说狗洞啦，是雨果洞啦，果洞啦。对啦，是果洞啦，不是狗洞啦，有狗洞。闪哦！来，往前推，往前推。哦，换我肚子饿嘞。早餐吃什么好呢？铁板面。推啊！铁板面哦、喔啊。要推哦、喔。我刚不是已经说推了吗？我以为他会自己推啊。你又以为？你什么都以为？哎、欸，这个是有东西可以拿。啊，出去出去！变废料啊！啊，没办法。哎、欸，等等，右边是不是有个人？对对，你往前走。有不不不不不不不，石头后面，石头后面。哦，看错了。吓死人哦你！人吓人吓人，消摊呢、啊？哎、欸，我已经停下所有的风车了，怎么会没有任何事件发生？啊，不能拿。哦。保险。所以我要下去看看，好，说不定还有。你是不用下到这么下面的、啊，它就在左后方哎、欸。都停了，都停了，停了。对啊，都停了啊，怎么回事啊？哎、欸、哎、欸，早餐吃叶黄素好了。我爱叶黄素，叶黄素在够棒。哎、欸，这有个门哎、欸。那个是城堡的门啦。不是这个啦，不是啦。哦，哦，对啊，那其实很奇怪，真的不找出大秘密是不是？石头鸟还是我们石头鸟看的不够多啊？还是很多只？对，是不是有没找到的？他说：“看看，左左说看看风车停下有什么变化？没有任何变化啊！哎、欸，等一下，哦，这个哦，这个也是停下来，有一个破掉了、欸。没有破掉，没有破、啊，哈哈，没有破、啊。我看一下，我去外面。哎、欸、哎、
爸爸，都满了，满了。我去外面看一下。哎，风车停下来有什么变化？水会停下来？不是，它不是水车，它是风车。没有啊，我是说，不然它原本运转的是什么东西？鸟鸟鸟，风力啊，不然怎么叫风车？不是，我是说它风车一定是有要做什么作用的啊？没有啊。就是它一定会有什么作用才会启动风车嘛，像碾稻谷啊，或是干嘛的啊？哈哈哈。那看起来好像没有哎、欸，它就是一个风车。嗯，魔小麦。Ce palais est incroyable. Alors, c'est comment dedans? Il y a des tonnes de bassins.C'est plutôt impressionnant. 下面，这个是什么？哎、欸，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去。J'ai déjà vu ce genre de choses. 过山洞。C'est des régions voisines. Qu'est-ce que c'est? Une sorte de passage symbolique. La question c'est. 哎、欸，下去。Où? Intrigant. Un passage magique. 魔法洞哎、欸。Je dirais que cette échelle est une invitation. C'est vieux. J'ai l'impression que cet endroit a été utilisé il y a pas si longtemps. On dirait une maison de plein.哥布林啊，哥伦布啊啊，应该就是这里了，哇，竟然终于找到了！哎、欸，这个提示也太小了吧，这根本不算，不能叫提示了、欸。哎、啊，这是瞎跑跑到的、欸。我没有瞎跑啊，至少我比你跑。没有，你这就是瞎跑，你这就是瞎跑。风车。等一下，他这个。他说我们回去吧。等一下，你再看一下，这个风车有跟那四座风车有什么不一样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片。好，然后八片，好。这是一个提示，所以只能让其中一个动，或是让其中一个停。早安，阿良。阿良哥哥很早就出现了、哦、真的吗？是吧？我怎么记得前面就很早？对啊，前面就立喜雷考啊，喜雷考啊。哦，我刚是去拿东西了。啊，对，你去拿东西了。我喜雷考哦。立喜雷考。哎、欸，等一下，你有没有发现它的叶子形状是不一样？还没有、啊，那你看一下八片有没有谁是八片好了。对啊，刚刚有说跟着石头鸟走，有好像有，没有啦，这个是上去的啦，不是，你先不要上去，你先去看叶片，然后就会发现全部都是八片，转头，抬头，二四六八，对，二四六八，二四六七，没有，二四六八啊。二四六，靠背哦，啊，每个都拿八片呐、啊，二四六啊，都八片啊。哎、欸，那可以让它启动吗？你全启吗？全面启动？还是赌一个启动？赌一个希望。你刚刚是三个停吗？嘿、hey.。欸、真的耶，你看它还可以再打开，我觉得就是这里了，拉。哎、欸，它真的在碾小麦，磨小麦，真的是在磨小麦哎。谁给你站蹲下来啦？没有人、啊。等等，我觉得不是这个，我觉得是刚刚有一个要上去的，不是这个。哦，不是啊，你刚刚有一个要上去的，那你在上去之前，他就应该要启动什么东西才对啊？嗯，而且很有趣的事情，你把风车停起来，它还是继续在磨、欸。来，你停。没有嘞，没在磨嘞。对啊。那可以拿吗？
你不行。拿风，你说拿这个。没事没事，不用。那我们去别间看，别间看，感觉风车是关键的。我觉得是。叶黄素。太早起来了、啊，我眼睛还没开机。对啊，刚才说跟着石头鸟走。蹲下来哦！而且其实大门好像开了，你可以从大门走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坚持要从这个地方走。我喜欢有种侠，你喜欢钻是不是？对，我喜欢不一样的感觉。感觉啊，左边。好。哦，那就这样啊。这应该就是暴力破解了，现在暴力破解了。我不行，我要出去看一下。你说他说石头鸟，如果是跟着石头鸟的地方，然后又跟风车有关系，然后石头鸟最后一个是看向石头鸟，其实也没有最后一个这个说法吧？没有，石头鸟最后一个就是看向那个刚刚那个遗迹的那个地方。上面有一个房子，过不去啊。那你往那个方向跑，根本过不去。要看石头，要看面对石头鸟的风车，有这个选项吗？可是它都背对耶。没有，重点是你的石头鸟在哪？在那左前嘛。你去看左前。左前。他看哪里？这个不，右前，右前，右前。这一只石头鸟看哪？右边。那你往那个方向去吧。你看，对，往那个方向啊，这样子，对，去，那不能，不行不行，这里不行，他很笨呢。我们家瑞亚塔的耐力值已经到下降到最低点了。那个早餐的这个五花肉挂包的热量已经完全消失殆尽了。我们这边需要现场提供一些控肉饭。哪一个对风车？等一下，哪一个风车？哪一个对向它？没有对向它，都很远我看一下，没有特别我觉得应该不是感觉没有特别对不对？你看它那个方向就很奇怪的确有一个地方是唯一往这个方向的。没有，我跟你讲，你想太复杂，没有这么复杂，一定没有。这个不是大解谜游戏。不要塔智商下线。来啊，在笑我啊，在笑啊！这种毫无根据的，对啊。然后你说风车，你看风车就有一个的方向是很特别的啦。但是不是大解谜，那就是漏了什么提示？对，应该是漏了什么提示啦，我觉得应该是，而且是那种原来是这样的那种。对啊，这还有一只嘛，就是看里面嘛，对不对？对。你看它，你不用绕它的背吧？我这边就是那个钓鱼仔。对啊，钓鱼仔。好，左边，你就跟着左边走，有没有？就里面啊，里面就是那个啊，就是刚进去那里啊。来，打开。I can't believe it.好好的一件衣服又被磨破了，然后就是下面这里啊。你也不得不下去啊，你也就下去这条路啦。还是中间这个中间有什么遗迹？还是有什么要调查？我们刚没调查到，中间有没有可能？因为它这个真的很神奇，一个鸟，它的鸟，然后一个也是一个小孩，对，
啊，你这里面是一本来是一个门，但没有门。只是做成门的形状而已吧。那边开过了。对。然后，刚刚的洞窟有少拿东西。刚刚的洞窟有少拿东西。另外一边吧，是不是？哦，就是我们刚刚去那个。你瞎跑跑到的洞窟。对啊，你看，我觉得这只鸟就这样看过来，应该是。对，我觉得它变成一个循环，很奇怪。那不然你再去刚那个洞窟看看好了。你还记得在哪吗？应该记得。对嘛？哎，看到这只鸟。对，然后它就会回到刚那个循环，就会一直绕来绕去。刚的洞窟是在这吗？还是它其实那鸟看错的位置是会变的，看的位置会变。应该不会才对啊，是这个方向吗？对啊，洞窟我记得在这里，在这个后面。有这么远？跑过头啦，那样跑过头嘞、欸。对啦，在那边啦。早安，佩慧。早安，佩慧。来偷看一下。啊，佩慧礼拜天也要上班，真是太辛苦了。建立暴力破解风车，因为跟风车有关。提示跟风车有关，建议暴力破解风车。好，那我觉得应该就是那个了。就是要。应该是谁要开啦？我觉得是谁要开。你看一下左边还右边，应该的东西没有拿。顺序？哎、欸，我们我觉得是顺序顺序吗？就是开的顺序。没有开的顺序，没有开顺。你看一下、欸，再看一下左边，再看一下左邊。不是不是，我看一下左边有没有。里面没东西，是不是？它就是一个小洞。好，走到底看一下。我觉得刚刚那个它那个墙面的那个提示，感觉应该我们有漏看什么东西。最右边那个、啊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怎么知道是最右边那个？因为如果以这个位置来看的话，应该是最右边那一个。可是最右边那个你刚好开过也没用啊，不是吗？面对他的最右边那一个。面对谁的最右边？我看一下哦、喔。就是以面对风车的夜。你再靠近一点，你再靠近一点。他这个周围斜，它而且它是斜坡的、欸。哦，斜坡的墙上写什么？就是一些看不太清楚的风筝。而且我们有一二三，我们有三个符号，三个，再加一个花的符号。哪里有三个啊？哪里啊？就是他不是说走私犯留下来的吗？对对对。那我们有东西没有拿、欸？嗨，百八，百八说上班不能开声音，确认一下我还活着吗？你还活着，你还活得好好的，想死没那么容易，我告诉你。还活着，还活着，大家帮忙打一下，还活着，还活着，让百八确认一下。不是不是，这个百八这个打法比较像什么，你知道吗？哎、欸，我想要问一下，聊天室有挂掉吗？就是我们不是走私犯外面有一二三，对啊，有三啊什么的，然后再跟一个花朵的叶片。好啊，那不然你去开解剖的啊。哎、欸，我们有东西没有拿？不是没有啊，还是我们拿了？应该拿了。左手的那个符号是外星人。那个符号的意思吗？不是啦，来啦来啦来啦，来什么啦？来啦，我来啦，我来。哎、欸，等一下，为什么我不能动？哎，好，你动。等一下，等一下。风车解完哦，风车要解完才能来这边拿，那就应该就是一样，就是要先。哎呦哎呦哎哎，好了好了好了。要那应该就是先开，先爆破风车。就是那我们就是开一个风车，然后回来看。
不是吧？太笨了吧！哦，太快太快太快，哈呀一死机噜。没有啊，你就开完一个封城，你就回来看，你才能破暴力破解啊，不然你要怎么去？哇，太麻烦了吧！可是你不这样做，你要怎么去暴力破解？那应该要开哦，我大概我会选择最右边那个的原因是因为、哦、选不行，嗯，为什么这里这个看起来这么诡异？哦，这是刚拉那个。来，你说说，您再说说。因为我会选这个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唯一长得不一样的。哎，等一下。对，我想一下，跟我想的。哦，没有。哦，那没事。那请问一下，你想选吗？因为他刚刚那个风车下面有一个门口，我在想他提示会不会是就是风车正下方的门口的那一个才是，但是目前看起来好像不是。斜坡上的，好啊，斜坡上那就是这个啊。太麻烦了吧？有一点。还有我们还生气，真的。继续吃我的挂包。三分之一挂包。跑！哎，如果真的是这样解的话，这个也太悬了吧？这个解法。那我就觉得一定是有提示，我们看没有看懂。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提示也太难了吧？啊，解开会有提示音，不用跑回去。对啊，我就在想，应该会有提示音啊。阿良说他看了解法，但是他说提示在哪里？对啊，佐佐应该也有看到哦，佐佐应该也有看到，但是佐佐就是应该去查了才帮。佐佐不是佐佐是动没掉了，你知道？你们不要再跑了。等一下，我等一下再不蹲屁蹲哦。等一下，我想一下，我想要再看一下提示，我相信他应该会是提示。再让我看一下。好，我不信我。解不出来。对，他既然可以这样设计，就表示一定有办法解。我看一下，对啊，你看风车正下方有一个门，然后风筝，哎。就抖。抱歉，我领悟不到任何东西。如果说老板你的初衷，这谜题不用想太多，因为没有提示。看，没提示，老实嘞。这题不用想太多啦，我觉得你想太复杂了。嘻嘻，这不是你告诉我的吗？对，这是我告诉你。那可以直接看攻略了吧。好啦，那就是暴力破解。等下没有提示也太过分了吧？我来看一下。你，我来看一下，然后你。好，我先去。对。没有提示。没有提示太过分了吧？公车。好吧，那我先猜第二个好了。哦，他们的门上面都有数字啊。干，有吗？看不出来啊。啊，有啊，有啦，看真的有哎、欸。那他就是说按照。啊，按照顺序哦。哦。没有，他说。等一下，我先看一下。哎、欸，等一下。他为什么会有？24，等一下，等，好像知道什么。他说，等一下哦，你不要先，哎、欸，等一下，靠腰，你不要先做
哎，看为什么有一个门打不开？就这么的，就这么的。嗯，我们这门没有，我们这没有进去过。这几啊？没有，我们先看这是几？四四四四四。那哎，等一下，真的没有进去过？有啦。哎，没有没有没有，这个真的没进去过。那他好了好了，我来我来。他是说，等一下哦。你不要讲，你不要讲，你先不要讲，先不要讲。可是我觉得这不讲很难呢。先不讲，先不讲。欸、那我。哎、欸，这个门我现在没有进去，哎，天哪！我现在惊讶的是这个点。但我觉得你，我觉得你，我明明跟你说你会。不用不用不用，我知道了，我知道门上有数字，我就知道了。哦，那你可以解释一下，知道之后。我告诉你，门上的数字之后呢，再来是石头鸟看的顺序的那个走私犯的遗迹，然后照那个顺序去开就可以打开了。所以等我一下啊。哦，你开啊。干嘛？你这个笑声，难道我想法错了吗？错了，你可以直接跟我讲啊，我们可以省时间啊。我要跟你讲，你又不要。好、啊，你说。因为他这个提示是直接，我就直接讲解谜哦。他就是直接所以没有提示哦。没有。好，来说。他直接就跟你讲说，就是，一跟二不能开，三跟四才能开。为什么？对啊，为什么啊？对啊，所以我说你确定你刚刚那样是可以解的？你说一，哎，我记得三是独立的，就是三只有一个，然后一跟，然后不知道是一还是四，就是旁边好像还有别的符号，就是风车符号啊，它就是叶片符号啊。哦，你说在那个石头上面它有符号，是这样说吗？对，旁边它不是有个符号，可是其实我们那时候没有很仔细看，没有很仔细看、啊，说哪一个跟哪一个是有哪一个。那这样子还算是也是有提示吧？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你要记得，而且你重点是你现在也不能回去看，你知道吗？就是你玩到走到这边，你根本不知道那个原先地方在哪里。我知道在哪，就是石头鸟的地方啊。石头鸟的方向都有那个都有这个提示，他那个石头鸟就是都会有这个提示。好，我可以开完再回去看啊。反正你先开完，然后先走剧情了啦。好好好好好。哎，哇，那这个真的有点难呢。对啊。阿亮说他要找到提示的攻略，超靠北。哎，我一开一跟四啊，没有提示一呢。嗯？对啊，没有提示一。他说。启动第四个风车的时候，你会听到像地震一样的轰隆声啊！然后主角就会开始讨论。你开的是一跟，你开的是二啊？三跟四吗？啊？你不是说一跟二，一跟四吗？一跟二不用开，三跟四才要开。哦，嗯，奇怪，我怎么听成一四？没有啦，你常常听我的话都是这样子啊。糟糕糟糕，听力受损了。对呀、啊，佐佐说阿塔说三四一二不开，你开呀、啊，开呀、啊，哪是不开？我想对啊，他的那个提示真的是，我觉得太靠北了吧。而且你还要发现门上面有数字这件事情。对呀、啊，我们这种大而化之人，我们学艺不精。我们这种大而化之人是谁会？有什么营养品是对听力？好像没有，好像没有。听力受损就受损，对，听力好像受损，听力真的就是坏了就坏了，好像没了就没了，好像你要装什么人造，什么听力器啊、助听器啊什么的。嗯嗯，没有啊。走出去嘞，你要人出去，人要出去。他不让我下去。哎、欸，他不让我下去。好，下去了。没有地震啊！三、嗯、没有啊？啊，四开了吗？开了，开四不就这个吗？嗯，他说，哎、欸，我的控制，我的遥感要开始延迟了啦，嘿嘿嘿。
对啊，他说没有红龙龙啊，是不是在卡 bug 啦？还是因为我们先跑进去了？这没有关系，我是三四啊，没错啊，三四啊，三啊，来来来来来，真的是三啊！三三哈，三没错。看了攻略，还是无法解开谜题的异形人，肉铺一家。啊靠北，这是二。哎，等一下，这是啊，对啊，没错啊，是啊。红龙龙，没有红龙龙啊。还是已经红龙龙了？不然你去看看。可是他说主角会讨论欸。对呀、啊，发生什么事？还是我们要重新从这张重新读取了？没这么衰，真的卡 bug 吧？不然你就去看看底啊，底有没有开啊？然后没开，没开，不然你就重开啊！这小杰重新开始哦。对啊，是什么鬼东西呀、啊？到底？他说这个是最难的谜题耶、欸。哦，最难的哦。哦，等一下，他说，等一下，你先启动，我看一下哦。一二开了，三，然后四没开啊，所以去开，难怪他四是打不开的。没有，你先去关一。为什么要照顺序？哎，我们就照顺序嘛，那不会怎么样。就是不想要这样啊！为什么要循规蹈矩？为什么要跟着社会的制度走？我想走出我自己的一条路啊！就是走不出自己的路啊！不然我们怎么会被在这边卡 bug 呢？卡 bug 是卡 bug 啊！就把门推开，我就对啊！我以为有一样，不是每个门都那么好推开的吗？然后去二，这个制作组这个设计的这个太真的是哦，异形。我看一下啊。阿亮哥哥说，网络上写的提示是说数字旁边的图案，依图案去找相对应的地方，会有提示禁止或是开。啊？等一下，所以它会不会是随机的、啊？可是我看不可能吧，它这个感觉不像是随机会干的事啊。但是我没有看到四哎、欸，一二二三，我有看。要不然就是我们还没有走过吗？走过。一二关四开，固定。然后三因为已经开了，所以就不用了。然后四把它开起来。诡异呢？对啊，诡异呢。真的太难，真的太难。对啊，重点是找到的人很厉害呢。对啊，我觉得有心，我觉得厉害的人确实应该会发现数字，应该是可以发现数字，因为看到之后会觉得确实是蛮明显的。如果说三的确是不用动，但是可以拿道具。哦，原来如此。等一下，要是开了，那就是我们的命了，我们就是 bug 命啊，那这就没什么好说的。对啊，我们就 bug 命啊。有人说大家吃饱了吗？正在还没吃，还没吃，饿死了。我觉得我们真的是 bug 命哎，信不信？真的要开了，要成功了，来，要成功了。干，真的，干，真的是 bug 命哎！啊，气死我了！我们今天花了大概快一个小时时间在这边，太过分了吧？这个地方还可以卡 bug 哦。bug 命欸 bug， 啊，真是 bug 命欸，不是重点是，
看了攻略结果卡 bug。 哦，我的哦，我真的要气死。还好看攻略，不是看了攻略，看了攻略会卡 bug 也没有用啊。你是 bug 漏，真的是 bug 他。Qu'est-ce que c'est? Une sorte de passage symbolique. La question c'est vers où ou vers quoi? 我真是想笑死。老板日常啦。对啊，傲娇事故金鱼脑啊。现在还要加一个听力受损。没错，听力受损。哦哟，什么东西？很难呢、欸。对啊，卡 bug 很难呢、欸。救命！浪费我的宝贵时间。哇，太深了吧？对啊，太深了吧？感觉要发现那个伯爵的秘密了。告诉你一个大秘密。水果奶奶喜欢你，水果冰淇淋喜欢你。哦，水果奶奶不能喜欢你啊。嗯，奶奶要喜欢的人太多了。哦，小摊，赞，不能拿了。哎，工具，没错，万甲，带上吧。他为什么手在抖？哎。欸，可以更快做出反应，赞呢！帕金森氏症吧、欸。还有东西。有。Je ne sais pas pourquoi, mais je me sens plus forte. Peut-être qu'il est. 我觉得我变强。哎、欸，工具两个哎、欸，赞哦。Le fantôme d'un contrebandier ne vient réclamer son dû. 哦，这里是啊，哦，所以这里就是走私犯放东西的地方啦。对啊，他刚才我有讲，我刚没看到。他说就是走私犯的记号啊，然后就是哦，这个记号我知道，就没有想到这里是他们的藏宝点啊，老巢啊，对，老巢啊。我在猜，在门口应该会被堵。而且他们也没把门关起来，这样走私犯来的时候不就会发现有人进来过了吗？没有，他们要回去把那个、啊、风车放下来啊。什么？老板在气？什么公车放不下来？不是公车啊，风车。啊、公车，风车又是什么？不用放啊，为什么放？风车你不要，你把那个，如果你要关，我都说你要关门的话，就是你还要把风车，就是不要三四动，二一二不动啊。啊，是没错啦。好啊，现在东西拿完啦、啊，然后呢，继续卡。等，你确定这不是一个支线吗？这应该只是一个支线，这看起来完全不像主线呢、欸。这，等等啊！哎、欸，我们应该先去那个啊，干嘛？哪里可以那个可以做东西的地方？那个啊，我知道这里，我想起来了。阿良的那个姨让我有一种觉得，是不是有卡 bug 了？是不是应该剧情应该要再走了？啊！救命！哎、欸，等一下，那位说这是一个人玩的还是两个人可以玩？这是一个人玩的。我们的肉铺的特色就是我们可以把一个游戏玩成两个人的游戏。我们都把单机变成是二到三个人。对，我们有这个能力。你这边看起来，对啊，我也觉得这只是道具的探索，就是类似小支线而已啊，这不是主线啊。所以石头鸟是跟支线有关系吗？哦，赞哦，万甲哎、欸，万甲赞哦，我看反应更快啊，还是被打啦、啊？没有啊，讲什么东西？哎、欸，绕跑啦。我看一下哦，哎、欸欸，这个，哦，不用使用工具台哦，哎、欸，这个好像不错哦，我先看一下其他的哦。哦，那升这个，哇，这个赞呢，赞，对啊，我们再也不需要你了，不行了吧？你是有四个工具，是没有错，可是没办法了，没办法、哦，对，材料不足。哦，我们反而是材料不足。佐佐说还有鸟没找到啦，石头鸟才是主线。哦，石头鸟才是主线哦。妈，石头鸟很难找哎、欸。石头鸟很难找。
bois est tout humide, non? 那我好，那不然好，那不然这样啊，我们从头开始啊。没错，没有说一个人控制游戏，另外一个人就是控制游戏的。所以言下之意是，我就是控制游戏的人。你屁啦！你只不过就是手残而已嘛，我只是让你在旁边看而已。我就是一个控制什么游戏啊？因为操作会不耐烦，但是看了也会不耐烦的人。那你就是一个不适合玩游戏的人喽。没有，我适合宅脸碎念的人。碎念系啊？碎念系的。好吼，石头鸟吼。那一只。第一只石头鸟。第一只石头鸟，看这个地方，然后往前走会看到第二只石头鸟。那有没有控制游戏的人的人？哎，靠呗，这好像是这只石头鸟，我们没有看到哎。上这只，往那个方向。哦好。它就很麻烦，它就是还要再绕一大圈，然后你就会头昏眼花。因为他看石头鸟的时候，他会有要你按一个按钮去看石头鸟。哦、真的、哦？对。然后在这个地方。等一下，那这个应该可以从后面上去。哎、欸，先生，等一下这边就可以上去了。Allez, monte tout de suite.你说靠近的时候他会叫你按，没有啊？好，那是前面，那表示这只应该是看到，啊、那应该就是这只。后面还可以上去哎、嗯，需要吗？这不是别人家房子？那为什么可以上来啊？就是可以上来啊！一二三，到台湾，台湾有个阿里山。哎呀，你不错，你知道吗？谁不知道？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哦。因为瑞塔是在声控肉肉老板，没错。Bonjour, nous sommes juste en train d'admirer cette culture. 讲，因为他知道，因为他就是四肢比较发达，然后我是头脑比较清晰，你就是头脑简单而已啊。没有，你四肢发达，头脑就还没有嘞。啊，我就是比较聪明。你没有比较聪明，真的没有。你看，那他是往这里看，但是应该要看得到鸟才对啊。不是，重点是你说有，你说叫他有叫你按什么？有，就是你要查，你可以，你会变成有点像是凝视着石头鸟。哦，对。啊，我知道了，会不会那个推车那边的路开了、啊？怎么可能？你看石头鸟在这吗？他就往里面看啊，然后就开始进入一个死循环、起循环，还是最终点真的就在这里，就是也没有什么，只是我们没有按照顺序走。可是他说要找到遗迹的秘密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照顺序走，所以他会不会就啊？有可能吗 ？OK， 我们进入剧情。没有，我觉得说不定根本就是我们卡 bug， 应该进来这里就有剧情，然后因为刚卡 bug， 所以没有剧情。我觉得这边是剧情啊。对啊。怎么可能进鸟的这边就没有啦？没有鸟啦。对啊，这边就没有鸟啦。哎，我刚是从哪里过去的、啊？阿良说有道理，对不对？就是四肢发达。屁啦！他不是说这个好不好？他不是在讲这个。不然他讲哪个？他说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这里应该卡 bug， 有道理。是吗？等一下哦，我直接来。他是说卡 bug 啦，就你这种无良心的人在讲黑我细沙。哦。那边讲一些什么有的没的，真的是我跟你讲，你这种就是失德，你知道吗？你就算本来就会下地狱，你也不能这样讲话，太缺德了。我跟你讲，阿良，阿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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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哦！我刚以为是，我刚才想说阿良应该是在讲那个。龙威早安，早安。
哎，等一下，もしかして，もしかして，何？なんでもないです。OK です。对啊，从这里走回去就会就卡住了。石头鸟有包含地上那个土吗？应该是有，可是走过去的时候也没有东西可以按。等一下，我先不下去。好，好，我们再回去看一下石头鸟的图。哇，对啊，因为这里有石头鸟，照理来讲应该会有。他是看右边，嘴巴是看右边啊？看右边哦，是这样的吗？以他那个那么难的解谜的话，可以这样子啊。刚刚缝隙过去要烧成啊，这个啦！哇，那这个也太难了吧！屁啦，太难了！屁啦，这个太难了吧！这太难了吧！谁知道要烧草啊？太难了吧！这个太过分了，这个真的太过分了。我们才不会做这种坏事嘞！对啊，又不是扫墓。这太难了啦！Là, Amicia, c'est le dessin. Quel dessin？ 对啊，谁会知道啊？我气死我哎！对啊。Le dessin de l'ordre. Oui.Je le vois. De quel ordre? Un ordre d'alchimiste. 阿涵说：“是屁孩才解得了，真的是。”为什么？为什么是屁孩解得了？因为你还会烧东西啊。哦。Ce n'est pas contagieux. Pourtant, l'ordre voulait enfermer mon frère, l'étudier comme bon leur semble. Mais je. Tu t'inclines devant personne. Je comprends. Je comprends. Et donc, qu'est-ce que vous cherchez ici?这提示超级不明显，超不明显的哎。C'est simple. Si ce symbole indique des emplacements importants, celui-là. Eh bien, celui-là, on peut pas vraiment le manquer. 就是你刚看的那个地方。On les appelle las madres, les deux mères. Oh. Ouais, pas terrible. Ça a du sens. Dans ce cas, allons voir ces deux mères. C'est Dan. Tu viens avec nous? Oui, je vous dois bien ça. Je vous suis jusqu'au bout. Oh. Alors allons-y. Oui, on va faire de l'escalade. Oh, ça nous réussisse.La vue d'en haut doit valoir le détour. 好难哦！这个感觉跟那个克洛洛果实有的比了。对啊，哎，很难呢。很难呢，这个真的很难呢。这真的太难了，真的。因为为什么说难的原因，是因为前面没有这种会让你想到，比如说哦，你可以用火烧这个东西，然后你可能就可以，就是没有过。这个就是你就很难联想到说可以做这件事情，难是难在这个地方。我刚刚看了一下，有些回忆也是要用烧的哎。哦，真假的？那就是有烧过，你有烧过，你可能就会知道可以用烧的，是吧？对。那他应该最起码前面应该也要有类似说啊，可能有些地方可以用烧的，类似这种提示。对呀、啊，因为我刚刚看，就是我在查这个石头鸟公寓的时候，不小心看到那个回忆，有几个回忆，然后他就是也是要用。就烧什么甘草啊什么？我说谁会知道？真的是谁会知道哎、欸？所以说，所以就是没有回忆到。对，就是我们没有回忆到。不是，就根本就不知，压根就不知道啊！我们不会乱烧别人的东西。对，我们不会在那边破坏大自然啊！他在那边长好好的，烧什么烧？然后我们杀了很多人。那坏人当然要杀、啊，是不是啊？草又不是坏草。现在就建草，建草就烧、啊，建草就烧啊，烧毁圣地。哎，你刚刚怎么不进去？锁住啦！哦，可以了，可以，又可以了。哎、欸，他刚刚说你要走啊，看来这里是大剧情线。Ah,
哦，第九章结束了吗？我哇，真的超级难，超难呢！我们第九章卡了一个小时，好可怕哦！没有，卡了一个半，一个半小时，卡了一个半小时。哎，没有，一个小时了。对，哇，太难了，真的太难了，档案太大了，太难了！天哪，救命，好难哦！根本没有办法吧？还想说可以推进个几章这样，哇！今天没办法了，我们本来想今天要三张左右。对啊，哦。佩服问说：“肉先生玩萨尔达里面的神庙是怎么解开？”我觉得有些神庙很难解。我觉得萨尔达的神庙还，因为它就是要你解谜，所以你都还想得出来，都算是合理的解法，都是合理的、哦。我真的不得不说，我是神庙解谜的破暴力破解暴力破坏者啊！你这个制作组一定气死啊！没有我暴力，根本就乱玩嘛！没有暴力，没有啊！哎，你问佐佐，好啦，是一种解法啦。对啊，没有没有，制作组才会喜欢我，因为制作组不会喜欢你。我不是走正常人的程序。Tu sais, c'est sa première fois en montagne. Eh bien, dans ce cas, on va tous devenir immense. 对啊，根本神阿塔，根本神。屁啊，根本就是赛，好不好？你们没想到，他根本就是一个赛塔，超爆赛的。那个基本上他的解法，制作组应该是要把这些东西、这些方式封起来才对。阿良说：“这个赛塔超聪明。”他是解不开，然后赛道。是不是？我也觉得大球，我还想说大球为什么不能？我想说为什么？我想说为什么大家都要用？挡的不是就是应该这样解吗？哦，就是这个，就是这个。Magie de l'enfance, il s'endort aussi en une seconde. 嗯，elle a l'air tellement fraîche. 那水好脏哦。对啊。Exactement ce qu'il me fallait. Hey Hugo, ton visage est tout sale. Je vais t'arranger ça. Ouais.德卢恩，啊，就是他们的家族啊。对对对，哎，结束了。Une navigatrice vaincue par l'eau. Il m'a mis de l'eau dans les yeux, d'accord? Je l'ai fait exprès. Ça, c'est mon frère. Eh ben, quelle famille. Bien joué, Hugo. J'aurai ma revanche.电脑性能不够水才会看起来很脏。哦，对啊，那就是新北厂房问题哦，佐佐，这个是新北厂房哦，这个不是我电脑哦。我可能要跟老板换一下。不用换吧，干嘛换？我用的好好，干嘛换？我说我跟你换，我才能升级那个水质啊。不行不行不行，水质要由我来升级才行。烧羊，现在看到什么就要烧了。烤羊腿，来烤羊肉吧。我要开啊，瑞塔不让我开，他不让我试，不让我开。不是他，因为档案在我这边，我就怕他抠过去。等一下，而且他上次你看，他连开好几个啊，都整个就没有没有。我那个就是我还没试好，但是那个试就是一定要用开直播才可以试啊。嗯哼嗯哼，是真的咩？等一下，害我干嘛？他刚说什么？想办法绕过检查站。啊，这里这里这里。特蒙塔。然后找到羊妈送回去，应该是也是一个支线任务。支线。对啊，扫过去可能档案就不见。不会啦，不会不见啦，我之前有试过，不会不见。我们想说算了，我还是自己来好了。不行不行，我想开。哦，那你自己在下次再自己玩恶魔啊。恶魔？恶周末啊。哎呦，你就跟我开一下嘛，小气鬼。你就开，你想开就开啊。恶周，哎，你先坐一下这个，坐一下这个。满了啦，坐就满了、欸。刚不是烧东西了吗？这一个而已，要急着做、啊，真是穷哎、欸！我就穷啊，我就是。我输了。路见不平才是英雄。等一下哈，哎、欸，应该是这里。
哪里？这个。哎。哪个？哎，我想说应该要看到门锁才对啊。看一下。嗯，要不要叫弟弟进去啊？哎，好像是要叫弟弟进去。On devrait te renvoyer à ton maître. Les chèvres. 是不是又要那个了？要烧草了吗？要烧草了吗？好。Impossible de savoir ce qui se passe dans les champs. Tu n'es peut-être pas prêt. 烧草。你要不要远一点啊？你会太近了。修啦。Rémission de sauvetage. J'espère qu'elle est gentille. Elle sera forcément reconnaissante.用烧山羊的方式。我动。这好久。对啊，太久了吧？还是要丢灭火弹？不用吧？哎，那边有亮亮的哎。有。等下开门进去就可以了。没有，他没了，没火了，没火了。宇哥，好，这样也要烧？不然嘞？不是，我是说，那这样根本就是我们如果没有，也是不兼，就是也前面没有经历过这一波，我们根本不知道、啊。对，没办法，对啊，你就一定进不来啊。阿良说这款吃效能好像要3070以上，但是其实不用怕啦，3070基本上我有查过啦，如果你今天是用一零，废料废料，你坐。哦，好，你今天如果是1080，然后全开，其实3070所有游戏全部都扛得住，然后。不能做、嗯。然后会有其他问题，就是衍生出来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啊、你开直播可能会撑不住之类的。所以用双击直播应该就可以解决这问题。前面到底有多少东西？因为不知道要放火而错过。对呀、啊，没办法、啊，前面就已不知用火啊，现在已知用火啊。干嘛？La chèvre est sauvée, tu as surmonté ta peur et je veux voir ce sanctuaire. On y va? Oui! Rentre vite! Ton papa t'attend! Elle ne bouge pas! Elle bougera quand elle en aura envie. Je vais essayer de faire quelque chose. Tu regardes, c'est vrai! Pourtant, c'est vrai! La chèvre dans ton rêve? Non! Regarde, ici. Il y en aura peut-être maintenant. Tremontard. Ok, let's go! Go!好，音乐又开始了。真的可以，真的能烤羊吗？这里不行啦，现实可以啦，这里不行啦。哦，这个上面就是只有一个工具台而已。欸来了来了。On mo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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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料。又要烧了。你看，而且通常这都是可以走过去，他也没有要你烧啊。而且要哎，我烧了，哎，我烧了。也不能杀死士兵哎。哦，对对对，因为，对，不能杀死他，快呀快呀快呀！他说要用镜子反射烧，没有啦没有，我们烧那边的就好了。然后他就会走过去了。快！不弹了！好想弹！超想弹的。然后要烧另外一边，是不是 ？Yes。哎，可以烧他。没有要烧他们呢。还是你用镜子？他不是说刚才有说镜子吗？没有镜子啊，哪有什么镜子？不然烧。等一下，就等。
哦，人家说烧焦了，然后我们把它烧光。烧焦？烧啊，只没得选啊，没得选啊。他说可以叫那个，可以叫那个谁？对，等一下我看一下啊。转移注意。Ton prisme ne pourrait nous aider, ça brûlera sans problème. Hein? Oh! Ah, fumée? C'est quoi ça? 原来是这个样子哦，结果。旁边，我要笑死了。是镜子烧焦啦，对，原来镜子烧焦是这个意思哦，不是烧光啊，我刚烧光了。对呀、啊，不是啊，阿刚就刚学会用火啊，所以用烧。已知用火，已知用火，那要能烧就烧嘛。靠，我要笑死。Par ici, je dirais. C'est très haut. Oh, mince. Restez collé au mur. 反正能达到效果就好了嘛，是不是？阿塔怎么样？痒吗？哦，靠背靠背靠背！念九师兄，念九师兄，看我自己都吓到。J'aime pas tes acrobaties, petit. Je veux partir. Oui, on continue. 好可怕哦！哎呦 ！Tout va bien, Hugo. Je suis désolé, c'était beaucoup trop risqué. Ça va mieux.Go go go！ 哇，圣地也太远了吧！我只是特别怕高，就是你。En terrain sûr. Oh, toutes ces fleurs, ça doit être pour leur cérémonie. 抵达拉斯，拉斯马德斯。赶出岛，我刚看成赶出鸟。好，你才一直想着这些会不会的？没注意。哦，他没有发现。不会。你要朝这边？他完全没有反应。那还是就不用。你等一下，奇怪，他怎么都不会发现呢、啊？好，我知道，我要用另外一个东西了。啊，引错人了。啊，糟糕！没有啦，其实也没有糟糕啦。想看哈。哎呀，后面来，我们走后面。走后面哦，可以也是可以啊，可是因为现在就会先被他发现。等一下，我想想，陶罐。我先把他引过来，这样我才好方便走过去。可以，然后我看一下啊、哦，然后烧一下。烧！他会从哪里走出来？啊？他不会走出去，他会走出去。对。快呀！啊，被发现了！啊，不能跑啊！跑太明显了。气！好。好。所以我们要进去哦，我们进去啊，进去，你才可以那个啊。等一下，那我看我能不能转移远一点的注意力。就是那道光。因为烧起来一定会引起别人注意吧？没有，他好像一定要烧，一定要烧啊！然后转头啊，一定要烧，不然就烧，直接烧毁嘞！不要烧毁了，不要烧毁了！
外面没有烧毁，它会太那个了，太烫了，太等一下没得躲，他怎么不转头啊？没有，你要烧窗外的，你不能烧太远的，他不会去太远的。没有，因为他没转头，是他没转头，对啊。他转头了。有了，有没有？这样还会走比较远。快！那你贴着墙壁走。不用了，他已经要走过去了。里面有个门。有，我看到。快！打东西！哇！站！先消摊，先消摊。后面是不是有人？先消摊，摊一下，站！哇！转！废料，工具。啊！被发现了！被发现了！没！没事！躲进去！上来了！救命！没事。我想想哦，前面右前方，有正前方，有。好，哎，我想想，这是什么？啊！救命！On oublie, mais comment il a démarré ce feu？哇，好可怕！Pas de quoi s'inquiéter. 后面有人。就是刚刚那个人啦。Le comte veut pas voir un seul soldat dans le sanctuaire. On voit la tour. D'accord. Très紧张。Ce serait un sacrilège. L'enfant appelle la paix, pas les armes. 我想看哦，逃关。这怎么不是掉？那哇！太奢侈了！走吧！可以，一定可以！有人闯进来了，你被发现了！没有发现，还没。还没被发现都不算发现。没有，大家都已经变警觉了。没事啦。看！哦，吓我一跳，吓死我了。他不要转头就没事了。抵达了！后面有人在看你。我知道，等一下。你不要再用烧的，你要用那个叫Sophia。靠！叫 Sophia。Sophia, utilise ton prisme, captons un peu de lumière. Ça doit être une de leurs。有几个人走过去，可是左边那个人也在看我，有点麻烦。你注意 ，Sophia 已经站在外面，你有发现吗？他已经蹲在外面了。Sophia 已经整个人都出去了。没有，他没有发。哇，等一下，我到底要从哪里过去比较好？哎呦，很难呢。那好难，而且他说从另外一个门。他走过去，快！看！我就知道。
还是你烧？je vous retrouverai. 好难哦。对，这个有点难。啊，等一下，那边的已经走过去。哎，啊，站！站现在。快！有了！他不要转头就好了。Nice！他说我们要从哪里过去啊？他说再另寻其他出路。好，那应该就是要绕进去了。这个后面也就不能杀人的，这个要潜行，要很潜行哎。对啊，该不会就是这个吧？到了，就是这个啦，稳了啦，稳了，赞！哦，精湛的操作，哇，赞哦，身手敏捷，超敏捷，身手敏捷是怎么样？哦，蹲下时的移动速度更快哦，赞！来，有鬼！Nous attendons encore quelques retardataires. D'ici là, n'ayez pas peur de vous rapprocher. Des retardataires? Je dirais que c'est nous. Qu'est-ce qu'on va faire? On va bien trouver. 不是开始了吗？哦，所以我还要做点什么，是不是？对啊。等一下，我想一下。我先分散他们注意力的话，那不就是烧这个草，然后让两个人过来？不行啊，不能那个嘞。还是就是要靠近？靠近就会被看到啦，不是吗？哦，原来就是这样，烂死了。Nous fêtons le jour le plus long de l'année.Les rayons du solstice d'été reviennent illuminer nos vies. Pourtant, dans ces couloirs glacés, à l'abri du soleil, l'enfant des braises dort paisiblement. L'heure est venue pour le glorieux phénix de raviver son oiseau. Ainsi, nous nous montrerons dignes de veiller sur lui. Telle mère, tel père.我比较像结婚仪式。Prions tous ensemble avant de franchir le seuil. Viens. 换衣服吗？真的哎，换了就可以那个了。Tu en penses quoi? Risqué, mais ça peut marcher. On va mettre des déguisements. 不错哦，赞哦。啊、你的十字弓嘞？他连头哎、欸，头发都换了哎、欸。对啊。哎、欸，没有，又回来了。哎。哇，太大胆，好紧张哦。Ouvrez vos esprits et vos cœurs. Son récit va vous être conté. Afin qu'il ne soit jamais oublié.Qu'est-ce qu'on fait? Suivons-les à notre tour et faisons ce qu'ils disent. Ils ne doivent pas nous reconnaître. Oui, allez. Le 十字弓就是应该就是还是藏在后面，就像那个神力女超人一样。左手说藏在十四元百宝袋。那还蛮相遇完。王。没错，这对夫妇就是一定是邪教，一定有问题啦。这里也太漂亮了吧！Son cœur était béni par le soleil. 继承统御一切的火焰，烈火灵童。Quoi? Sa flamme illumina le monde. Il le bénit de son parfum, de ses rires, de sa joie. Pour foyer, il choisit Lacuna. L'île devint un havre de vie et de paix, un lieu de guérison, de prospérité. Lacuna devint un berceau de lumière.Mais le mal convoite la lumière. Et le mal est impitoyable. Venez.
啊，这些人该不是要被活祭什么之类的啊？dans un temple de l'ordre。小孩子做王座。C'est l'enfant des Brès. Prenez place à nos côtés. Regarde le dessin, c'est le porteur de l'Immacula. Cette fresque. 印记代言者。À genoux. 哎，不蹲下会怎样吗？没有，你要往前。哦，往前。Le mal trouva l'enfant dans ces lieux sacrés. Il se nourrit de sa flamme. Il l'affaiblit. Marqua sa chair de noires cicatrices. Les bras de sa mère ne suffirent plus à le réchauffer. Et ainsi déclina sa lumière, presque entièrement. Et l'enfant du feu devint l'enfant des braises. Seigneur. Une ère de ténèbres débuta. Les hommes l'oublièrent, mais pas nous.Cette flamme est l'ultime éclat de sa lumière, notre espoir. En ce jour, deux d'entre vous, une femme et un enfant, la porteront à travers sa nuit. Vous, vous inclinez la tête. Votre humilité vous honore. Vous porterez sa flamme dans ses heures les plus sombres. Prenez-la. Ah, 怎么是我们？Vous marcherez dans ses pas. Vous sentirez le froid mordant la chair. Vous vous noirez dans l'absence de lumière. 感受溺于黑暗的绝望与慌张。Vous verrez l'enfant mourir. 你们将在圣母的眼中看到灵童泯灭。Vous serez à la fois victime. Ah. Gardez la flamme en vie. Ah. Quoi qu'il en coûte. What? 带活着与选定。感觉就是里面就是都是老鼠啊。对啊。早安，荷包蛋。早上荷包蛋，什么东西啊？ Avancez et portez-lui la lumière. Tout repose sur vous. 将光明带给他们，还是里面有一个灵童，然后也他应该是吧，就是要复活那个灵童是吗？我感觉很可怕。水好脏哦。C'est terrible. C'est fresque. 哎呦，火不能灭。他们以为是因为灵童死掉才发生的。Ça veut dire qu'ils ne connaissent pas la macula? Je ne pense pas. Ils ont interprété tout ça. 哇，衣服湿起来的感觉，哇，都湿掉了。Porteur de la macula. Amicia, l'eau va éteindre la torche. Je pense que ça fait partie de leur rituel. 走过去，然后火不能。那一定会灭啊。J'ai froid. C'est fini. On va bientôt se réchauffer.你不是有那个？等一下。C'était horrible, mais tu as réussi. 你不能用自己的什么？我有装备没在身上吧？火焰弹、炸弹剑呢？Allez, marche. Je suis avec toi. 好可怕、哦！死在圣母怀里。看一下，他是用什么大声功讲话吗？为什么这里会有声音？还是他们人在上面？上面。哎，他怎么来的、啊？Ces braises rougeoient dans les ténèbres. Je suis la mère et je l'accueille. Remettez-la moi. 人在哪？看不到人呢、啊？哦。Entends-moi, enfant. Je ne suis plus inféconde, car ta flamme vit en moi. Je suis la mère. Deviens le phénix, l'enfant du feu, ressuscité. Rejoignez-nous. Soufflez sur ces flammes. Le phénix. C'est le phénix.Même si c'est l'ordre, tout est vrai. Puisse le souffle de vie ranimer sa flamme. Hé, c'est moi, Sophia. Venez, j'ai trouvé un passage là-bas. 再拖就没办法去，去哪？ Que la brise de la vie rallume sa flamme. Yo. 我们现在在偷溜吧，是吧？对。参与仪式。带进入圣地的代言者住处。
代言者。哇，好悬哦！哇，动作突然流畅起来。哎，你们都不要进来。真的后门，真的有后门。没错，怎么变成刺客教条？真的蛮像刺客教条的。C'est vraiment incroyable. Tu l'as dit. ，大树守卫，莲花池，早安您好，早安您好，认同请分享。小孩子的王座，不就是 Hugo 吗？Leur enfant des braises. Il n'y a pas d'enfant des braises. Je t'ai parlé de l'ordre. Ce lieu leur appartenait. Et cet enfant sur les fresques, c'est le porteur de la prima macula. La prima macula. Ça devient de mieux en mieux. Les alchimistes l'appellent la première corruption.Elle est dans le sang d'Hugo depuis sa naissance. Et elle continue de grandir en lui. Et elle le tuera. C'est la raison d'être de cet endroit. L'ordre se serait rassemblé ici afin de l'étudier et de trouver une solution. Et Hera, ne me dis rien. Mort, guerre.Maladie et famine. Pas seulement. Les rats sont... Peu importe, ils se trompent totalement. Il n'y a pas d'enfant des braises. Aucun enfant ne va sauver le monde. Ce n'est qu'une légende, fondée sur de faux espoirs. Honnêtement, rien de tout ça n'a de sens pour moi. Une partie est vraie. Pourquoi Hugo 感觉怪怪的？ C'est la seule chose qui compte.我也觉得怪怪的。Basilius et Aelia. Ça change rien. Cette eau est pas magique. Pourquoi l'eau? Oh, l'eau qui te soignait dans ton rêve. Oh. C'est comme un symbole. Comme les dessins alchimiques de maman.Tu sais, l'eau croupie, c'est rarement magique. Hé, viens voir. Ça, c'est son trône. Et là, je crois que c'est son nom. Basilius, c'était un porteur comme toi. Tu n'es pas le seul. C'est pour ça que tu as fait ce rêve. Quelque chose t'a appelé ici, pour une bonne raison. C'est vrai, regarde cet endroit. S'il y a un remède, il est forcément ici.Et c'est qui, Aelia? On dirait qu'il y a un passage qui mène ailleurs, là, derrière. Allons voir ça. 为什么不先坐上王位看看？你说可能会启动什么机关吗？对啊，应该不会吧？不就是一个椅子啊？应该不是，不会吧？C'est quoi tout ça?Est-ce qu'on est les premiers à venir ici? Ah, une petite tente. Eh, 跟他家跟他的房间很像哎。啊，有一点像，有点像。弟弟很脏，弟弟真的很脏哎，出来玩。Eh, tu sais à qui est cette chambre? C'est la sienne. C'est la chambre de Basilius. Tu imagines? Il vivait ici, jouait ici. Il s'asseyait là où tu es assis. C'est incroyable, non?Et il aimait construire des cabanes, comme toi. Tu aimes les cabanes? Moi aussi. Il avait un phénix. Oui. Il faisait peut-être les mêmes rêves que toi. Voyons ce qu'il nous a laissé d'autre. Dang à. Tinti de Julien. Eh, 左边有东西。有有有。
人偶。ce sont des gens. Des gens importants, peut-être? Des prophètes. Il y avait des prophètes dans l'ordre. Ce sont des méchants. Je crois qu'ils lançaient cette balle sur eux. Ça fait sens, les garçons. Moi aussi, j'aime ce jeu. Viens, on n'a pas tout vu. Waouh! C'est la chambre d'un guerrier. Pas n'importe quel guerrier. Regarde la forme de l'armure. 是姐姐啊，是那个啦。Eh bien, quoi?是那个，对，就是那个艾丽亚的，所以他那时候不是可能也是他的姐姐，会不会？他是保护人啊，哦，没有，他不是不一定姐姐，就是他不是有说代言者会有一个，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他可以拿下来穿吗？不行。左边，左边。Des tablettes de cire, elles sont gravées. Il l'a dessinée, et là, il s'est dessiné avec elle.Il l'aimait vraiment beaucoup. Ils ont passé beaucoup de temps ensemble, on dirait. Tout comme nous. C'est vrai. Continuons. Des épées, des lances. Waouh! Regardez cette hache aussi. Je me demande si elles étaient utilisées. Cet endroit a été construit pour éviter ça. Le porteur attire l'attention. Précieuse petite créature. C'est incroyable.记忆跟着印记，有可能。晋级的剧本。地理是转世什么的？应该不是转，应该是其实应该应该是印记转世吧？印记可能就跟着啦。对啊。再帮我说气氛转太快了。毕竟是有接受到，就是跟自己很像的那种，所以稍微就会画风急转直下。Ils pensaient qu'ils étaient mieux que lui. Ils sont fichés de lui. Ça ne change rien pour nous. Viens, faisons ce qu'on doit faire, d'accord? Ah, 就是那个哪个？厨房。C'est quoi tout ça? Un laboratoire. 炼金术师。On peut partir maintenant. Mais ça ressemble exactement à ce que tu cherches, non? Oui, mais non, tu as raison. Chercher tout ce qui pourrait nous mener à un élixir, une potion, des livres, des dessins, peut-être des produits bruts. On s'y met.Non. Hey, moins fort. On trouvera quelque chose. Ah, pardon. Lucas saurait, lui. Il saurait. Hey. Tout ça est inutile. Pitié. 好像你会讲的话啊。拜托哥哥，有点有用的东西啊。Un athanor. Oh non. Son contenu a disparu depuis bien longtemps. Oh, cet endroit est hallucinant. Hugo.T'as trouvé quelque chose? Cette table. Il le mettait dessus. Il lui faisait du mal à lui aussi. C'est un 病床哎。Je sais que. 他应该是在有就是可能说被做实验这样。Ne change jamais, Amicia. Mais Aelia était là pour le protéger, pas vrai? Tu as laissé Vaudin. Non. J'ai voulu l'arrêter. Je sais que tu as essayé.现在弟弟在怪姐姐咯，对啊，姐姐这是不会保护你，对啊，连妈都不要了、欸。他楼上、欸、啊，这边了，这边了，帘子后面。拜托，是你妈妈把我赶出去的哎、欸。对啊，你妈妈不就我妈妈？啊，对，对啊。弟弟很欠揍。弟弟，其实大家都忘记，弟弟才六岁。没错，不能这么苛刻哦。虽然我一开始第一集也是把他干掉到爆炸。人家才六岁，你都几岁了？不知道成几倍去了，我跟你讲。我觉得我的心智跟他差不多。好、啊，真的假的、啊？所以一定也是要干爆你啊！你厉害。我就是一个会跟小孩子吵架的人的大人啊！你就大屁孩啊，巨婴！对，我是巨婴，怎样 ？Comme s'il était en cage, on est au-dessus de la table du laboratoire. C'est mal. Imagine ces salopards réunis ici, en train de l'observer.
concentrons-nous sur ce qu'ils ont découvert. Cher Cher, 6岁在干嘛？Il parle d'un remède. Maman d'accord. Mais ils ont pris d'autres. 6岁小朋友来说，已经算很懂事了啦。加说日本5岁就打上叉了，不小了吧？拜托，到时候如果我有 Switch， 那可不是这样子。La dernière inscription remonte à l'an 541. 541? Qu'est-ce que ça dit? J'ai pas travaillé mon latin depuis le couvent, mais ça parle de Basilius. Basilius. Et d'une à Aelia Dragas, sa protectrice. Alors c'est vraiment arrivé. Ils étaient comme nous. Il leur est arrivé quoi? L'ordre a séparé Aelia du porteur. Elle s'est rebellée et ils l'ont arrêtée près d'une tour ronde. Et ils l'ont emmenée dans une capella, une chapelle, dans un fort. Et Basilius, il est où? Aucune idée. Bon, on a déjà quelques pistes. Un fort, une tour ronde. Oh oh. Ils arrivent. Heureusement qu'ils ont pris leur temps. Oui, on doit filer d'ici, vite. Comment, comment, comment? Pas d'or. Hein? 洗脚脚。太累了，太累了，还要再走到那个地方去，然后没错，没办法，你想想看，真的是深陷现在这个深陷这个地方，确实是真的没办法，也只能这样了。污水，这污水能让我们污水，你的煎熬也是我的煎熬。Je suis le père. J'attends ta venue. Je suis la mère. 哇，他们好可怕啊！好诡异哦。Quand tu seras prêt, nous le sommes. Comment ils font pour rester dans cette eau? Ils désirent tant cet enfant. 要这个孩子。C'est comme moi. Ils savent pas encore qu'ils se trompent. 哦，他们想要灵童，是不是带有印记的代言者吧？就是对，但是要干嘛都不知道。对。Elle disait que tout serait facile et beau. Ça veut pas dire que ça va jamais s'arranger. Tu es sûr? Ton rêve nous a montré une vérité différente. 如果说宗教不就是那回事？对了对了，没错，这个还蛮典型的，确实是。On y est presque. 哇哇哇！哇，好脏哦！哇，哦，哇，这怎么会这样子啊？哎，都是老鼠哎！老鼠跟鸟哎，啊，还有牛什么羊、一株羊之类的。哎，这都是生物哎。哇，超脏，好可怕！哇，好脏哦，那个。喂。C'était. Passe une semaine en mer avec mon équipage. Ça donne un nouveau sens au mot puanteur. 真的假的？Ça m'a bien suffi. 因为水手不洗澡吗？啊。Hugo. Hugo. Il n'y avait pas de fort dans mon rêve. Peut-être.不要再坚持了，好吗？对啊，都走到这一步了，
Tu ne veux pas savoir ce qui est arrivé à cette Aelia et à ton ancêtre ?说是水手是因为没办法洗吧？对啊，就是没办法洗啊，他们没有水，他们只能趁下雨的时候洗澡。真的、欸。好脏哦、喔。真的。如果觉得我们频道的影片不错的话，欢迎订阅我们，开启小铃铛，或是加入肉铺会员，成为肉圆来支持肉肉。如果觉得废话太多，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级感谢来支持我们哟。